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喜欢的可以订阅一下，感谢支持。红豆50克，隔夜浸泡后洗净。花生50克，隔夜浸泡后洗净。枸杞5克，洗净备用。红枣5个，洗净备用。将红豆和花生和水倒入高压锅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煮沸腾后转小火煮15分钟。压强消去后加入枸杞和红枣，再小火煮5分钟，加入适量的红糖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完成。希望有缘的人看到，可以给我一个赞，订阅一下，感谢慈悲。